以前所问皆外境实事，今者问以内境心理，可以身相观如来不？此观者乃心内观念之矣，因外境已知相即非相，若自内境言之，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未有相耶？未无相耶？此事另换一方式以测验之。尊者，以文说诸法平等之意，以为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况佛本具之贵相乎？故答言：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见其人未融通，复于有边，遂晓之曰：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亦具三十二相，亦是如来耶？尊者恍然自知其物，遂答：未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岂知只有直空，皆是错谬。尔时世尊说偈言：先破有见，后破空见。如来本有身有色，然身即非身，色即非色。若妄以色即是色，身即是身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此事破有见，为不应以具相见如来也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说诸法断灭。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法不说断灭相。有见即破，复破空见，以归中道。遂立二种问题：一者，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此破空见也；二者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乃归中道，以显正理也。于是问尊者曰：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可证菩提果，则汝在因地之中发菩提心时，若度化众生，决定必说诸法断灭，反成外道邪说。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于因地之中发菩提心时，度化众生，当然于法不说断灭相，方合如来心应，自然以如是因照如是果，此习两边独显中道也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以闷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，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的成与忍，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此分较量，离空有二见之福甚。先以事实言之：若菩萨以恒河沙等七宝持用布施，固然功德不少。假若再有一人未行布施，只知一切法无我的成与忍，是则以破具生我法二执，证无生法忍。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，所以者何？以其及一切法离一切相故，以同佛之知见，当然超过世福。何以故？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是菩萨既破具生我法二执，以无能受所受之心，则受无受相也。须菩提，恐众生疑，故问云何不受福德？佛答：以破二执，诸惑已尽，福德自具，不应贪着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
须菩提，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，是人不解我所说意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魔所从来，亦魔所去，故名如来。佛为如是看来，法即非法，故证菩提果，有十号，第一即名如来，彼众生故名思义。当知如来者，来无来法，去无去法，岂有实法？若有人不明是义，专执我之报身，以为如来，而言如来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，是人完全不解我所说之意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来无来相，本魔所从来，去无去相，本魔所去，故名曰如来也。若心来，若境来，乃是心境亦如，皆名如来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岁位为尘，于意云何？是为尘众名位多不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若是为尘众实有者，佛即不说是为尘众，所以者何？佛说为尘众，即非为尘众，是名为尘众。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者，则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则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贪者其事。此曰一非一相，多非多相，以一多平等，显般若本体。三千大千世界，虽未为尘，故属甚多，然多即是一，以一世界故。当机身领佛意，意未说一说多，皆非真实义理。凡一切真实义理，皆不可说。若是为尘众实有者，佛即不说决定是为尘众。所以者何？原是一世界故。佛说为尘众，乃随人情而说，即非为尘众，乃随真智说。是名为尘众，乃随情智说。借一世界说众多为尘，虽有其名，本无实多之体。不但多无多相，亦且亦无一相。故我如来所说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世界亦无实体，从何而有？若使世界实有者，不过一切为尘等合合之一合相而已。且即而言之，一合相亦不究竟。故如来说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佛当机所说谬，遂呼其名而告之曰：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说。一卷般若经，一言一蔽之，亦如是而已。凡求佛法者，须在此处注意。若了诸法皆不可说，则诸法皆成实相。何以故？古德云：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不争赫呆。佛顶经云：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佛云：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故佛十种通号之中，一号曰善事，去也世间解，乃以世间之解说，皆属戏论。而凡夫之人贪者其事，以为真实。佛破其迷，善未随情辩论，以扫去世间一切戏论解说，故号曰善去世间解也。须菩提，若人言佛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说意不？
不也，世尊。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，何以故？世尊说：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即非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是名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。佛说法至通结之时，恐留疑窦，又发明相分与见分平等之意，以其圆满而无余。盖以前所说对于相分，即一一破除，唯恐世人转计，以为破除相分，必留见分，如是谬之甚矣。故持举此意对须菩提说：若有人言佛所破者，皆是相分；佛所显者，应是我人众生受者之见分。若是人者，解我所说意不？尊者以领佛意，早知见分与相分无异。乃答言：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即非我人众生受者见，是名我人众生受者见。彼当局等闻之，赛将来之疑窦。须菩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一切法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须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此通结一经之要旨。佛谓当机曰：凡发菩提心者，不但于见相二分应作如是知之见，对于一切法皆应如是知之，如是见之，如是发信心，如是解真意，皆不可生起法相。须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属因缘。如来说即非法相者，属因缘即空，是名法相者，属因缘即假。究竟此三法者，可谓属因缘耶？属空耶？属假耶？皆不可说。故此三法，即显不可思议之中道也。须菩提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只世界七宝持用不施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发菩萨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甚彼。云何为人演说？不取于香，如如不动。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漏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此第三十二分为流通分，是流通此经观念之意，较量通经之功德。若人持用无量阿僧只数世界七宝不施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，虽少至四句偈，或三句、二句、一句等，或自立受持读诵，或利人为人演说，其福甚彼，不施无量世界七宝。云何为人演说以下？是以通经之法要也。大凡为人演说，要在不取于香，如如不动。何以故？如如者，乃无为法，为一切法各如其自如，不假他相，自无异相。盖一切有为法，以全教观之，如梦幻等之虚妄无常；以实教观之，梦幻泡影漏电，皆是实相。梦则梦如，电则电如，皆是如如不动，应作此如是观也。佛说是经已，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此正是结束流通，佛说此经已毕。当机人长老须菩提及法会四众弟子、比丘亦起誓：是大僧。比丘尼亦起誓：女，是雅僧。优婆塞亦敬是男，是皈依三宝，
以受五戒之在家男子。优婆夷亦尽是女，是皈依三宝，以受五戒之在家女人。天人阿修罗乃略说天龙八部详见教成法术，闻佛所说的未曾有，心地清净，皆大欢喜，诚信接受，如法奉行。1